让那地的工人他们所进行的各项工程也不受这天气的影响，让他们在这当中每一个建造的就能够从你那里得着力量，为我们这一路行程从出入啊都蒙主保守，为这些仰望较多，非常感谢。说我照神所给我的恩，好像一个聪明的光头，立好了根基，有别人在上面建造，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，因为那已经立好根基的就是耶稣基督，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。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，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，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，有火发现，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。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，那就要得赏赐；人的工程若被烧了，他就要受亏损，自己却要得救。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，不单是这建筑物的建造，我们更要在这当中经历生命的建造。不论是在台南圣教会的弟兄姐妹，或者是即将来到这边的我们的同工，或者是在这地的居民，我们都要看到我们生命的工程要在主面前被主所建造。我们也相信在这个一切建造的过程当中，或许有不同的挑战，不同的难处，但是我们总是仰望在主的手中。我们把这一切交托的时候，相信主你在这当中成就你的美意，相信主你亲自看守保护在这当中所进行的各样的施工。我们也把这些各地的工人还有他们这些